老婆有个好闺蜜，名字叫做小妮，她那模样长得很像杨幂。突然给我发信息，说想吃苹果和米，让我送到宾馆里房间请起。这是哪个开会议，我智商没那么低，肯定是条美人计，老婆在看我的。他一回到了家里，情况汇报详细，把我表现满意，搞500奖励。那晚我陪喝酒，醉倒在酒吧门口，旁边走过来一条狗，我还以为是我女朋友，我抱着她的老婆啊亲了几口，然后把她搂在怀里睡了一宿。等到我醒来后，闻到一股狗屎臭，我才发现那不到头，我在抱着一条狗，反我起来赶紧走。新拍免费视频群社区，右上角点击搜索，再点击公众号，输入新拍，关注新拍后进内部群。